正入园，三二一。你确定你在打鼓吗？这有点牵强耶。我真的感觉这个铁板烧师傅吧。我打鼓打那么久，没有人用炒菜的方式打鼓。中指这样子，因为鼓很高。你想骗我没看过鼓是不是啊？部落也有鼓的好不好？越来越像鼓学院了。好厉害啊！我完蛋了。他跳的超好。我跟你讲，选人很重要。我就是要好好选人嘛。我觉得我很厉害啊。但看到他们是三个人这样合体，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孤单 ？Alone 有点 alone。Alone。但是毕竟我们是各有专长，各有特长。像小乔就负责唱笛，然后大乔负责唱歌，啊，然后我不才的我就来跳一个舞，这样。还是是模仿？哎，也可以模仿。真假的？你是有模仿的实力吗？真的可以模仿。你要模仿谁啊？你最擅长的。对。我最擅长的。紧紧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？ 杨宗纬。一直在哭腔，他很好听。